嗨，各位分辨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去拿一点小材料。然后因为现在这几天宜兰都在下雨，那我刚好最近的工作都是室外，下雨天完全没办法是做的那种，所以今天呢就跟我一起去拿材料吧。因为他那个要做一个东西，一个就是热水器上面的盖子啊，然后是白铁，所以回来还要再稍微小小加工一下，就是有四个吧，还有五个的洞要钻，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要焊烧。那我想说趁着今天下雨去把东西拿回来做一做，这样如果有好天气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现场施工，就不用这样子很赶。然后还有一个板子是要拿去材料行请他们用折床折，然后板子也在这边，我现在放在这边，因为它那个有颜色的部分呢，所以我不想放在后面一直让它这样刮来刮去，所以就把它拿在前面放。那其实也是小小一块，都是一些小东西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好，现在这个材料的部分呢、都已经回来了。我刚才雨真的下超大了，这里有一片，然后这里也有一片，但是这一片我刚才拿去材料行折，所以呢这样子就已经好了，不用再做任何加工，到时候拿去现场把它锁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片呢，这一片就是要把这里有看到吗？这里要焊烧，然后这边也要焊烧。焊烧好之后，这里这边要钻两个洞，这边也要钻两个洞。然后这里呢要做一只小小只的横拉，斜斜的斜撑斜拉啦。然后因为现在雨真的下太大了，所以没办法跟大家讲太多话，我怕大家听不到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直接进入工作的画面，就不会有讲话啦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
都已经做好啦，就在这边。再来嘞，就是等好天气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现场安装。那今天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就先到这边啦。我们好天气的时候见。